我们总算有了起源法杖的线索，它将会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。法杖的第一个组件就在奥尔西斯神殿里，李诺已经进去了，他需要你的协助。李诺明明快拿到结账了，偏偏他手痒，非得去摸两下那个油灯。冒险者，我是利诺·杰克森，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、探险家、探寻宝猎人，但是自制力奇差无比。想杀我们巨人还可以许愿，跟你提过当初我伪装成巨魔混进厄运之锤的故事吗？说过了。那我有说过我溜进黑石奖学金去偷呢，说过了。
贤者，这可是太阳结账啊，想想看它有多值钱。我们没有要卖。我的商品最划算。必须保护这些东西。光武天干通，就在前面。